打一把微信啊，不，小号 QQ 小号，就这么点一星。哎，我去，鲁班被抢了，那只有安琪拉了，安琪拉又不行。好吧，推荐合理就好了。他们无法逃过惩罚，没有其他的路了。我已经觉醒了，为了更大的良善，为荣誉而战。哎，我这个安琪拉四场胜率100%，还算不错。小号嘛，现在才在黄金段位，应该来说很容易上去的。只要队友稍加给力，上铂金应该是没问题。下面两个射手，鲁班环中，老夫子，三个射手哎，还有狄仁杰。没有人打野，这就是黄金段位。黄金段位的福利，奇怪之处是吧？开打开打！别催我，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先打一拳，打的时候再和我提问。对面好像还有人掉线，老夫子好像掉线。你是没有机会赢我的，想杀我，你可以试一试。这更好，这把注定应该来说四打五，五打四应该怎么说都会赢吧。就算剑是断的，整个局面我也能 hold 住。他们就是借我的女人当战神，怎么样？哇，我的天，又打雷了！我每天都是到下午就开始分大打雷。什么鬼啊，火舞。我的天，又开始刮大风了，刮完大风又要下大雨，这把打完又要收拾一下。匹配到对面是怎么样，那我就不玩安琪拉了是吧。主要我是想存钱买阿珂，但是钱不够。还差700-800。我们这边没有射手吗？有射手啊，鲁班为什么要跑上路去呢？搞不明白。一个射手跑上路，他不好好在下路待着。这鲁班，不过没事，上路确实是很难守。我们这不是射手拆塔不快，像鲁班刚前期也是拆塔都不快。你好。打他还不痛，对呀、
哎呀，没打着，这次我想开个大。没蓝了、啊、樊中不在下路了，一壶。这樊中真是够猛啊！刚才那个二技能没砸到他，砸到小兵。这局应该是狐狸局啊，没能保护他。我、哦、又开始刮大风了，人要上去。哎，速战速决，这个位置不对。你还敢出来？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完蛋了！怎么一下子跑出三个人呀？我以为就两个人呀。中路强推吧，这个蓝应该没人要了吧？赶紧赶紧解决战斗，现在狂风暴雨就要来临了。完蛋喽！完蛋喽！这样都打不死我，你们真是废了。射手太多，哎呀，这把就轻轻松松赢了。直接中路强推吧，赶紧结束他们的痛苦吧。还不能被老胡子绑了啊。小短腿跑得贼快，我那个叉叉一个人都没有呀，
算是收一个了。你们赶紧投吧，何必再坚持呢？哎，终于投了，庆祝胜利一下。我操，这一把打下来还是没不够钱买阿珂呀。我还是去收衣服吧，狂风暴雨就要来，感觉还是黄金的那个胸章比较漂亮啊，黄金段位，金光闪闪。